阿利路亞，嗱，我哋今次咧繼續講栽培嘅課程，咁其實咧係好重要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會時時會見到一啲人，佢哋嘅信仰唔穩定啦，或者你自己信仰需要穩定啦。咁你見到人嘅時候，你點去幫佢咧？咁而呢個過程咧，我係希望你哋都能夠有啲回應嘅，即係譬如有啲地方，可以你哋有啲回應啊，點樣可以啊？即係你試下講翻出嚟，或者你用其他嘅方法講出嚟。咁我如果你可以留低咧，其實完咗之後咧，我哋都可以留低咧，試下一個同一個講，將呢個內容咧去講出嚟。咁我哋今次咧第三課啦，上次講第一、二課嘅。第一課咧就講到真係有神啦，第二課咧就講到悔改認罪嘅，然後第三課咧就講到清楚得救嘅。OK， 嗱，我哋可以一齊讀噶。聖經清楚告訴我們如何可以肯定知道自己是得救的。得救的意思是得到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脱离罪的永远刑罚，并且得着救恩和永生，可以将来永远在新天新地活在神的喜乐和爱中。盼望你能够清楚自己得救。即是圣经话咗是清楚可以清楚得救的，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些宗派呢，他是讲到不能够清楚得救的，但是圣经是话咗我们可以清楚得救。咁我想問你哋清唔清楚？如果今日耶穌翻嚟，你可唔可以上到天堂咧？可以。感謝主，多謝耶穌啦！你能夠肯定咧，係非常好嘅。嗱，有啲人咧就係唔係好肯定，但係有啲人咧肯定錯咗得嘅喎。所以我哋要知道係真係我哋係唔係係真係得救咧咁。OK， 我哋一齊讀羅馬書五章七至八節。为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稳坐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OK， 好。咁咧就嗱呢个经文咧，咁我哋向人解释啦。咁你可以用咩方法咧？因为我系想引导你，呢个训练嚟嘅。咁你大家点样方法可以讲，令到人谂到耶稣为罪人死几咁？偉大幾咁重要，佢個愛有幾大？你可以用咩方法嚟到去表達咧？嗱，呢度咧佢用個比喻喎，即係用個比較，為義人正義嘅人死。你諗下邊一個正義嘅人咧？你所認識嘅正義嘅人，孫中山啦，咁譬如咁啊，為孫中山死，譬如咧有人開槍打孫中山，你敢唔敢？你會唔會撲出去擋住粒子彈咧？都幾難喎，係咪？咁偉大。所以佢話少啊，即係少少人為好人死，譬如為你媽咪死，嗱，即係要喺好多人嚟講，媽咪係最好噶啦，即係對佢最好啦。有人開槍打你媽咪，或者攞把刀要刉你媽咪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走出去撲出去救佢咧？都講咗都未救，係冇嘢。個動力係咪會強啲啊？即係為一個好人，咁佢呢度講係咪好多咧？或者有咁做，即係或者都會有。但係唯有基督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啊！嗱，咁我哋諗下罪人啦，想像有一個性侵犯者俾人捉咗，咁咧捉去坐監嘅時候咧，點樣知行過咧俾架車差唔多撞到，你會撲出去救佢咧？你可能被車撞到喎，嗱呢個性侵犯者或者一個殺人犯，跟住咧佢係差唔多被車撞到，你會唔會撲出去死命救佢咧？如果義人都好少人會，好人或者會，罪人係會有冇有會唔會有咧？根本係即係冇人嘅，即係冇人會肯為一個罪人嚟死啊！但係耶穌就係為罪人死，而且當嗰啲罪人係咪個個歡迎耶穌嘅時候？耶穌話：你快啲嚟救我！我哋係罪人，我哋要沉淪啦，係咪咁咧？所以耶穌嚟救佢咧。耶穌係當佢哋拒絕嘅時候，而耶穌救佢嘅時候，係咪佢哋個個都好樂意咧？即係起初嘅時候唔係好樂意咧？傳福音嘅時候咪啲人聽到好樂意、好歡喜咧？其實唔係喎，但係耶穌依然感動啊！好啦，佢信耶穌係咪佢繼續好聽話咧？好感激神咧？又未必係喎，但係耶穌依然繼續去救佢哋。所以我哋諗到救恩，第一諗係神幾愛我哋啊，係我哋不配嘅時候。但係好多人就咁嘅，諗到啲罪犯就覺得佢好大罪，諗到自己又覺得，即係我都算係 OK 啦，即係唔係好差咁樣樣。咁咧喺神嘅眼中，因為神咧係完全聖潔光明嘅，所以
心裏面諗親任何嘅衰嘢啊，即係諗人哋點唔好啊，諗一啲污穢嘅意念啊。如果呢啲，如果我哋嘅額頭有一個有一塊有一個屏幕，呢、這個屏幕咧就係、是、每一次你諗乜嘢咧，即刻會打個字出嚟嘅。你會唔會為啲頭髮遮住佢啊？你會唔會為啲頭髮遮住佢啊？即係如果你個屏幕啊，譬如你一路啊憎恨咁啊，你一路擰一憎恨人，佢即刻出憎恨兩個字啊咁啊，咁即刻出個憎恨個字，咁你會唔會想揾個頭髮遮住佢咧？我哋都會想啊，因為我哋唔想俾人知啊。其實我哋裡面咧，嗱好多人覺得自己唔係咁大罪，但係其實我哋諗翻我哋一生人咧，有好多嘢係見得光嘅。但係神就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啦。咁咧呢個真係神好大嘅愛，為我哋承擔呢個罪嘅刑罰，本來係好嚴重嘅，因為要落地獄嘅，係永遠沉淪嘅，係好淒涼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基督為我哋做乜嘢嚟到救我哋啊？為我哋死啊，死喺十字架上。有冇人願意為罪人死呢？即係我而家問啲問題喺下面嗰度講嘅。有冇人願意為罪人死呢？咁而係冇嘅。基督為我哋死嘅動機係乜嘢啊？出於愛啊，就係佢好愛我哋，好愛我哋，好關心我哋，所以咧佢為我哋死嘅。好啦，跟住第二個經文嚇，《使徒行傳》四章十二節一齊讀。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嗱，呢有啲經文我哋可以嘗試記個經節嘅，《使徒行傳》四乘三十二，四乘三十。咁你唔記得？你話有啲人我唔記得一打，記唔記得一打蛋啊？買一打蛋啊！一打翻轉頭除三就四，不過有啲人可能覺得哇咁複雜，但有時有啲經文就係咁記嘅。即係你可以用一啲數字嘅方法，除咗耶穌之外，別無拯救喎，即係冇任何拯救。我哋一齊讀下面啊，除了耶穌，沒有任何神可以救我們。你是對唔住啊？你是否單單信靠主耶穌的救恩而不拜觀音、王大仙、佛祖等等咧？嗱喺印度咧，好多人去宣教咧，佢發覺啲人信耶穌唔係好難喎。不過叫佢單單信耶穌，只係耶穌就好難，因為佢覺得佢好多神啊，佢覺得嗰啲神都得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發覺咧就係話，好多人所謂嘅神其實唔係真係神嚟嘅。點解嗰啲唔係神咧？王大仙同埋觀音點解唔係神咧？點解耶穌係神咧？有咩分別咧？咁我哋解俾人聽，點解有咩分別咧？佢哋冇死後復活。啊，冇死後復活呢個其中之一啦，即係佢哋死後冇復活。除咗之外咧？自稱自己係神，佢自己稱自己係神，但係點樣咧？咁佢哋話耶穌佢係自稱自己係神咯。唔係啊，佢哋冇行，唔係佢哋冇話自己係神，佢哋冇話自己係神，係人哋係人看佢為神。係啦，咁而佢神嘅定義咧，通常就係一個好嘅人啦。其實有好多中文拜嗰啲就係一個好嘅人啦，有去即係修練啊。去做一啲好事啊，咁佢哋就會拜佢啦。事實上佢冇話佢係神，咁我哋可以講俾人聽啦。佛祖有冇話佢自己係神咧？冇喎。而佛教咧，你上網揾佛教嘅網咧，都發覺佢講到咧，佛教係即係佛咧係一個教師嚟嘅，佢係教人嘅。咁咧就佢咧就唔係佢救到我哋，而係佢教我哋點樣樣去做一個好人，放低自己嘅罪擔。就唔係一個救主嚟嘅，所以佢唔係救主。咁咧，所以佢唔係神嚟嘅。其實上咧，其實有不同嘅方法可以講嘅。如果真神係應該係喺人類歷史開始之前已經存在嘅，係咪？如果人類歷史中間開始嘅係咪神咧？譬如你生個仔，嗰個仔係咪神嚟嘅咧？唔係啊，嗰個仔係明明你生嘅，係咪？觀音啊、王大仙啊，都係某人。生佢出嚟嘅都係一個人嚟嘅，即係唔係神嚟嘅。咁亦都佢係冇證據證明佢係神嘅。咁但係耶穌咁有咩唔同啊？人哋話：喂，耶穌咁係瑪利亞生啦。但係耶穌咧就唔同咧，就係聖經一早預言定佢嚟，話定佢係邊個，並且講俾佢聽佢有呢個行神蹟嘅能力。
佢係真係咧係咩問題，人嘅問題佢都可以醫好，甚至我哋今日奉耶穌名都好神奇嘅，即係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兩個見證，另外我哋成日都見到不同嘅見證，即係神嘅工作好神奇，證明佢真係聖經所講嘅係神降生做人，並且係童女所生，即係唔係普通人結婚所生嘅，咁就係唯一就係耶穌先可以救到人嘅。咁呢個問佢係咪願意啦？咁聖經有冇證據支持耶穌係唯一能夠救人嘅救主咧？有冇證據啊？聖經有冇證據㗎？第一課我哋講咗有預言啦，有科學嘅證據啦，有考古嘅證據啦，同埋經歷性嘅證據。人可以經歷聖靈，可以趕邪靈。我哋奉耶穌名趕過好多宗教嘅邪靈咧，不同宗教嘅邪靈都可以趕到邪靈出嚟嘅。咁亦都有啲人咧，就佢哋就話，當佢接觸嗰個宗教嘅時候咧，就發覺有邪靈攻擊喎，有邪靈搞，越拜就越緊要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哋為佢祈禱嘅時候咧，佢就一路釋放啦。咁即係好神奇嘅。譬如我哋最近幫嗰個媽咪有個女，個媽咪咧個邪靈比較嚴重嘅。咁我同佢祈禱咧，喺電話祈禱，佢已經感受到聖靈個能力。咁又我就見到佢咁強烈咧，咁我就唔喺電話祈啦，因為電話祈咧有排。就咁啊，好難停啦。咁於是，我約咗佢，又同佢祈禱咧。佢係第一次好明顯、好強烈嘅。咁咧，第二次咧好多啦，即係越嚟越鬆啦。咁呢個就係神咧，真係好真實證明咧，佢所拜。咁佢亦都有好特別嘅經歷。佢就話：佢越拜，佢以為咧，嗰啲人叫佢你要還神啊，你要俾翻啲錢。點解知佢越還就越差，即係越做越差。所以佢後來佢就決意，我都係唔再拜啦咁樣。咁我哋嘅罪咧，一定要得到赦免先至可以得救嘅，因為咧嗱，所有宗教咧，佢哋講到佢哋嘅神咧，我哋發覺好多宗教咧都冇強調聖潔嘅。我哋點樣知道呢個神係慈愛同埋聖潔咧？有咩證據咧？喺羅馬書有講一樣嘢嘅，就係我哋心中有律法，我哋知道乜嘢係是，乜嘢係非嘅。我哋會知道邊啲係啱，邊啲係錯嘅。这个就是神放在人心中，全世界什么人哪个地方的人都会觉得哪个人是对哪个人是错的，这个就是神放在人心中，人也都有怜悯的心的，所以这些是应该来自创造者，就是有哪两个性格，刚刚说的有慈爱和圣洁或者公义，人就做不到圣洁，但他有公义，即是他都想做好的心的，所以这个神应该是公義嘅，同埋係慈愛嘅。咁而唯有聖經裏面所講嘅神咧，係聖潔同埋係慈愛嘅。咁而好多宗教好明顯嘅，佢哋會咩咧？佢哋拜嗰時咧，就想乜嘢咧？想得錢啦，想賭錢可以贏錢啦，想淨係佢即係佢自己發達啦，想佢得到嘅，即係只係就求轉運啊，即係運氣好啲啦。咁好明顯係一個即係。一個自私的宗教，就即係好多都係其實一種民間信仰，全部都是我要乜嘢我要乜嘢嘅，所以係有一個好大的分別。而神是聖潔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罪得赦免。約翰一書一章九節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咁呢度講到咧，即係先講到神係咁愛我哋啦，咁而我哋有罪，我哋。如果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是公義的。我們認罪，為什麼神要信實公義才能夠赦免我們的罪呢？有什麼重要性呢？即是神是信實有什麼重要性呢？譬如說，我們知道神的性情信實，對於我們的，即是跟神的關係有什麼幫助呢？就是祂答應親的事一定會怎樣呢？祂一定會做。所以我哋認我哋嘅罪嘅時候，佢係信實，佢係一定會做佢應承嘅，所以佢一定會赦免我哋嘅罪嘅。佢係公義嘅。咁點樣可以公義而赦免我哋嘅罪咧？因為咧，譬如啊，喺呢個世界上，如果你犯咗法，通常就一定要有付呢個代價嘅，係咪？要譬如話你要罰款啦，要坐監啦。咁而喺神裏面點樣可以有呢個公義呢？就係耶穌付咗呢個罰，呢個懲罰啦。耶穌就為我哋死咗，所以咧我哋可以得到赦免。如果耶穌冇付呢個代價，就咁神話赦免啦。咁有啲人就好想神就係咁喎。
如果神咁愛，咁咪應該赦免曬全部嘅人，咁咪全部上曬天堂啦，唔使落地獄啦咁。咁呢個咧就係有慈愛同埋公義，邊樣有邊樣冇啊？冇公義。冇公義啦，即係變咗，譬如好明顯嘅，譬如有啲人殺人，佢傷害人，佢得罪人，佢有幾個老婆，每一個傷害完，跟住又娶第二個，或者佢有一個老婆，同時有幾個女人，咁嗰啲周圍嗰啲人，哇！佢真係傷害，或者佢傷害啲仔女，佢即係佢所犯嘅罪係咪神啊？好啦，我赦免曬你啦咁。咁人好中意咁講啊，神赦免曬，咁全部上曬天堂啦咁。但係因為神係聖潔，佢唔能夠忍受到罪啊，所以佢一定要懲罰。咁但係咧，因為耶穌已經付咗呢個罪嘅代價啦，即係耶穌代替我哋受罰，因為佢冇罪，所以佢係可以公平地赦免我哋嘅罪。呢個即係幫助大家去解釋啊！如果我哋向神下面嗰度啦，向神乜嘢啊？向神認罪，神就會咩咧？赦免我哋嘅罪。神嗰個應許係有乜嘢做擔保咧？神嘅乜嘢做擔保咧？三者先講嘅，信神，神嘅信神做我哋嘅擔保嘅。好啦，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，大家都熟悉啦。神愛世人。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這個經文我們大家都很熟悉，但當我們深深去想，哇，神真的很愛我們，看重我們，每一個都是這麼寶貴，每一個都是神所看重的。因為實際上很多人是覺得自卑，就是覺得自己沒什麼用。我現在做的什麼呢？就是想大家能夠將這些經文說出來，人家聽到會覺得近，覺得很接近。譬如你覺得你媽咪愛不愛你？她愛你，她關不關心你？如果有一天有些事發生，她會不會緊張呢？她會的。神愛呢就似媽咪，不過比媽咪更加強，即是用這個例子，就是似媽咪，佢會關心嗰啲仔女點樣樣嘅，佢就好愛我哋，甚至咧愛到點樣樣咧，將個獨生子，我哋點樣形容？將個仔俾咗我哋形容呢樣嘢，點樣形容咧？嗱，有可以有不同嘅方法，咁其中一個方法啦，你會唔會愛我愛到將你銀包俾曬我咧？即係一個比喻啫，朋友，你會唔會愛到某個人？你就將你的户口全部的錢全部俾曬佢咧咁，咁啊唔講咁啦，淨係你會唔會肯送一個電腦，送一個好靚嘅相機俾一個你嘅好嘅朋友咧？都少喎，係咪？都少啊！咁一個大嘅禮物，即係話一個咁嘅禮物咁離身嘅，我哋都咁難送，何況係送佢嘅獨生兒子？即係佢所愛嘅獨生兒子，佢係同佢有好親密嘅關係。這個所以咧係神好大嘅愛，而佢知道咧耶穌要受好大嘅苦嘅，因為佢要唔係釘手嘅痛啊！耶穌釘十字架最辛苦係乜嘢咧？心同天父分離啊！因為佢係同天父永遠有呢個密切嘅關係啦。喺我哋嚟講，我哋習慣同天父，即係未信耶穌之前習慣冇天父噶嘛。我哋信咗耶穌之後咧，就習慣有天父啦。但係嗰種程度同耶穌係冇得比嘅，但依然咧，如果我哋會經歷到地獄嗰啲人冇曬神嘅恩典咧，係一樣係好痛苦嘅。即係如果我哋經歷到地獄嗰啲人咧，佢哋嗰種嘅痛苦無助咧，我哋會好辛苦嘅。其實好多人而家就係喺呢種嘅痛苦裏面。咁耶穌咧就會喺十字架上同天父咁樣分離，係一個極大嘅痛苦，而且佢係承擔所有嘅罪嘅懲罰嘅。咁咧，耶穌就為我哋承擔呢一切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即係每一個信靠佢嘅都得到，都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係滅亡係好慘嘅，係永永遠遠沉淪嘅。神救我哋嘅動機係乜嘢啊？愛係最愛嘅。邊個可以得到永生咧？我哋信靠嘅。但咧，我哋要好清楚講，因為咧，我哋知道聖經講信耶穌得永生啦。咁但係聖經又講到咧，呢、这個信係一種咩嘅信咧？有行動嘅。有行動嘅，咁其實下面嗰個經文就會有講到呢樣嘢啦。因為有啲人話：我信有耶穌啊，我信啊。咁咧未必得救嘅，淨係信有耶穌。下面一路凡接待他，你一齊讀啊。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，
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。好啦，这个经文大家看看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即是点解啊？如果用个数学的符号，就是即是乜嘢？等于。咁即係乜嘢啊？信即係乜嘢啊？等於接待。接待啦，信就係等於接待。接待即係點解咧？接受歡迎，呢、這個就係接待啦。即係信耶穌咧，就係接待耶穌，讓耶穌做神，做我哋嘅主，做我哋嘅神，做我哋嘅主，讓耶穌喺我哋生命裏面掌管我哋生命。這個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信耶穌。咁樣嘅人咧，神就會俾佢呢個權柄做神嘅兒女啦。有呢個咁嘅權柄，權柄嘅意思咧，即係話，譬如好多香港人好想去移民去一啲富庶嘅國家，係咪？佢點樣可以有呢個權柄咧？佢一定要有一啲有呢個權柄，佢有錢咧可以申請啦。但係佢就算有錢，佢都唔可以去嘅喎。你唔可以揸住錢就話去嘅喎。佢一定要得到呢個政府批准佢。佢先能夠有呢個權柄嘅。當佢收到呢封信，你而家可以去啦，咁樣，咁佢就去得啦。咁同樣咧，我哋進入天國成為神嘅兒女，都係要有神嘅權柄批准你。呢、這個點樣批准呢？就係、是、當你點樣做啊？當你接待耶穌、接受耶穌。嗱，我哋後面會講到信耶穌有嘅果子嘅。其實呢啲果子全部都同接待有關嘅。點解有啲人冇果子呢？就係佢冇接待，佢冇俾耶穌做主啊，所以佢生命冇神啊，咁所以咧佢係唔得救，因為佢根本冇真信耶穌，冇真係俾耶穌做佢嘅主。當你真係俾耶穌做主咧，你無論你嘅言語行為，自然就會有表露嘅，即係你覺得神就係、是、神係最好嘅。嗱，有一樣好緊要，有啲人信喎，嗱點樣信咧？我信，我係真係信有個神，我真係信佢會救世人。但係咧，佢喺屋企咧坐喺度咧就係、是、咁，我就係信啦，我信有耶穌。我信有天堂，但咧佢完全冇行動嘅，佢又冇祈禱嘅。咁佢呢種信嗱，佢真係信喎。咁呢個信嘅問題喺邊度咧？冇讀經啦，冇接待，冇接待啦，即係佢淨係信呢個神係真嘅，或者真係信有天堂，可以真係信有天堂喎。但係佢唔係俾耶穌做主嘅時候咧，如果俾耶穌做主，知道我哋係罪人咧，佢就會好想。好感激神啊！好，即係有種感激嘅神嘅心，同埋咧，神會有種新嘅生命嘅。我自己好記得好清楚，大家嗱，你傳福音成日都可以做呢樣嘢，栽培呢樣嘢，講呢樣嘢，大家嘅經歷。我自己咧，我記得我喺初信主耶穌啦，我真係咧，哇！真係有神，神咧俾我好大嘅回應喎。我每朝起身，哇！真係有神啊！咁即係我即係起身就係咁樣喎。同埋咧，我即刻同我啲同學啊，同我啲屋企人啊，傳福音有，甚至有啲佢哋話：你唔好再同我傳，但我都繼續又遲啲又同佢講過，遲啲又同佢講過。即係裡面咧不斷會有呢種心啊，好想去救人。我唔知大家有冇呢種咁嘅生命喺裡面發出嚟嘅。呢、這個咧就係接待咗耶穌咧，耶穌就喺裡面就生根結果子啦，即係入耶穌種子入咗個心啦。就喺裏面生根建造，咁樣咧呢、這個就係接待耶穌，佢就有生命。咁樣嘅人咧係得救嘅。就算好似個十字架上隔耶穌隔離嗰個強盜，呢、這個賊咧，佢有冇行為咧？呢、這個賊佢有冇耶穌嘅生命喺裏面扎根咧？其實當佢會話。耶穌啊，佢用耶穌喎，佢唔識得稱主喎。佢耶穌啊，你德國降臨嘅時候，求你紀念我。佢有呢種心咧，佢已經即係佢已經覺得耶穌好啊。佢已經有種歡喜耶穌嘅心咧，佢已經係一個得救嘅人嚟嘅，即係佢裡面已經有呢種生命啊。OK， 好，信主係咩咧？接待佢，信主包含乜嘢咧？選圈所有正確答案。啊，呢度全部都係喎，我都俾曬答案。接受耶穌赦罪，領受耶穌嘅救恩。接待耶穌做我哋救主同埋生命嘅主，以弗所書二章八至九節，下面開始講到得救唔係靠行為，不過得救有咩後果啦？以弗所書二章八至九節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藉著信，
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嗱，呢個聖經咧喺中文翻譯係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。咁咧，佢英文咧就係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。Through faith， 唔係也因著啊，唔係也因著信嘅，唔係 not because of faith。有咩分別咧？得救係本乎恩，即係個來源啊。用咩方法咧？藉著信。嗱，我用一個例子。藉著信。譬如你好頸渴，好頸渴，冇水飲啦，哇！喺個沙漠行，哇！好辛苦，啊！冇水冇水。又跟住咧，去到見到個水桶，去到個地方，哇！有個水桶喺度。咁咧，你就能夠飲翻水，係因為有個水桶，有水俾你啦。但係咧，用咩方法咧？你要埋喺個水桶撳佢，或者佢個水桶你忽水啦。你用呢個方法，咁我想問你，你有水係咪因為你忽呢個動作咧？即係譬如你攞入杯忽一忽啦，睇有冇水啦。即係冇喎，因為你有水先有忽噶嘛，係咪？我哋信心咧就好似你忽水嗱，譬如你肚餓啦，冇嘢食啦，咁你攞個碗嚟裝飯啦，咁你裝嘅動作係咪會令到你有飯食咧？冇飯就冇得食噶嘛，係咪？我哋信耶穌一樣噶。所以耶穌就好似裝飯，咁你一定有飯先得噶嘛？就係耶穌做咗，所以嗰個好重要個來源同埋方法，即係好似冇電係有電公司有電，然後跟住咧你做咩？你就做一樣好簡單，插插蘇，開個燈掣。咁你能唔能話我能夠有電，全因為我有個插蘇，我插咗佢，全因為我肯開掣，係咪全因為咧？唔係喎。點解我用呢啲比喻咧？係好想大家分清楚嗰個來源同埋個方法係唔同嘅。或者一個人死啦，係喺個水嗰度浸，差唔多浸死啦，差唔多浸死噶。跟住有個人一手捉住佢，咁佢又即刻用一手捉住嗰人，跟住佢就稱咗佢上去水喎。咁佢翻屋企嘅時候，佢會話俾屋企人聽。今日我差唔多浸死㗎啦，不過咧好彩有個人行埋嚟，又好彩咧我又捉住佢嘅手，跟住咧我就救翻。我哋會唔會話佢能夠救翻係因為我捉實，能唔能咁講咧？其實佢只係藉著呢個方法，所以我哋要分清呢個咧係好重要嘅。而佢原文係分清兩個字係唔同嘅，得救係本乎恩，係出於恩典嘅，藉著嘅方法，所以信咧係無可誇。即係一個乞衣冇嘢食，跟住你俾嘢佢食，跟住佢伸手攞，佢可唔可以誇耀啊？我伸手攞嘢食，佢唔會唔能夠誇耀。呢個只係個方法，所以我哋信耶穌係冇可誇之處。呢一點咧係我哋即係同人講，唔係你信耶穌有幾大。就算我哋信耶穌，譬如我哋信耶穌有神蹟啦，係咪我哋好大咧？唔係，唔係喎，係神做嘢，我哋只係開個掣啫喎。咁開個掣，譬如話我哋表演魔術啊，譬如。當嗰地方冇風扇㗎，插咗電一撳，會喐喎！哇，魔術啊，好犀利！即係話我哋呃人就話係我撳個掣，但我哋知道其實係一定係電，即係神先能夠嚟到。我哋行神蹟都一樣，我哋行神蹟，我哋祈禱嘅時候行神蹟，唔係我哋有能力，我哋只係就係做個插蘇，我哋黐住神，所以我哋就有呢個能力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神啊，係你嘅工作，我千祈唔好奪取神嘅榮耀。千祈唔好話，哇！我而家恩膏好強啦，我而家好勁好勁好勁啦，我唔使靠神啦。哇！千祈唔好咁樣諗，亦都唔好話我叻過人哋。我哋得救本乎恩，藉著信，唔係出於自己，乃神所賜嘅，亦都唔係出於行為，免得人自夸。咁呢度有兩個不是係乜嘢？不是，唔係乜嘢咧？唔係出於自己，即係唔係靠自己嘅。人可唔可以救自己呢？唔可以救自己嘅，係咪出於行為呢？係咪行為可唔可以做得夠好呢？係唔可以做得夠好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個經文就話俾我聽啦，得救係出於神嘅乜嘢呢？恩，藉著我哋嘅信，唔係出於乜嘢同乜嘢啊？唔係出於我哋行為，唔係出於兩樣係乜嘢？自己同埋行為。即是說，我一齊讀啦。我們得救是靠著耶穌救贖的恩典，完全不是靠我們的好行為和功勞。
即使我們的行為不夠好，例如傷害過人、犯過奸淫，當我們真心悔改和信靠主耶穌的救恩，我們也可以得救。得救係啦，即係話唔係靠我哋功勞。所以有啲人話我好大罪㗎，我殺過人㗎，我傷害過人㗎，我有幾個女人㗎，佢悔改，耶穌都一樣赦免佢嘅罪㗎。好啦，下面啦，一齊讀啊！很多人以為自己的行為要改好了才可以得救，其實無論我們有多好，我們都能不能夠啊，能夠達到神嘅完美嘅要求？唯有主耶穌係無罪的，他才能達到神的要求。他為我們受了罪的刑罰，他又將他的義加在我們身上。我們信靠他就可以得救。是不是靠功勞啊？不是靠功勞，我們永不能靠著行為得救。為什麼不可以靠行為得救呢？為什麼不可以靠行為得救呢？因為我們永遠都達不到神的要求，因為我們永遠都是有罪的，我們怎樣都帶有罪的。咁有啲人我已經好好噶咯，我成日幫人喎，但係幫人嗰時會唔會有啲不耐煩咧？會㗎。幫人嗰時會唔會即係覺得點解咁論盡㗎佢？呢啲咧都係罪嚟嘅。咁我哋都可以用呢啲例子幫人啊，即係好啦，一齊讀啊！你想不想得救脱離罪嘅逆境咧？啊，呢個就即係俾個人想嘅，想你願不願意為罪悔改和信靠主耶穌的救恩？你是不是已經得救呢？當一個人真心信靠耶穌，真心是想耶穌救他的。好了，一起讀一下。得救是出於耶穌的救恩，藉著信，不是靠好行為，但信心不會單獨存在的。真心信靠耶穌的救恩，必會產生發自內心的好行為。因為雅各書2:26，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，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。OK， 在這裡說就是得救是出於耶穌的救恩，藉著信，不是靠行為，但是信心不會單獨存在。當耶穌在個心扎根，耶穌就會生果子的。譬如我們經歷聖靈，你裡面就會有平安，有平安你發覺平安的時候，你的心就會平和，你就會對人柔和， 有愛心的，有平安有喜樂，即是神的同在就會產生這個果子的。身體沒有靈魂就是死的，同樣的身體喎，到有一天我要離開呢個世界嗰時候，你前一分鐘你見到我識喐嘅喎，但係後一分鐘你見到我嘅時候咧，係有個身體喺度，但係唔喐得嘅，就係個靈魂已經出咗去啦，已經去咗天堂啦。咁咧信心冇行為都係會死嘅，即係話信心冇改變嘅，冇行為嘅信心係乜嘢嘅信心啊？係死嘅信心。咁嘅信心能唔能叫人得救咧？不能夠啊。 OK， 這裡我就解釋到這裡就是說關於這個行為。第一，每一個得救的基督徒在心中必會有聖靈的聲音提醒他離開罪，當他犯了罪就會覺得內疚並想悔改信靠耶穌遵從神的吩咐。大家有沒有這種經歷啊？犯罪覺得不舒服，聖靈會提你，這個就是證明神在你的心中的。這個是有時有些人說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得救，那你有沒有這個心呢？還有你會不會想耶穌救你呢？當你有這個悔改的心和想耶穌救你，就是證明你得救的。這個會有這個悔這個經文可以用，就是約翰福音16:8，約翰福音16:8，我怎麼記得呢？8:16，就是他要來了，為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，就是聖靈來到就叫人自己會自己先責備自己的。第二，一起讀一下，我們必須繼續悔改信靠主耶穌，我們就與神有生命的關係。我們得救之後時刻信服聖靈的感動，多祈禱讀聖經，遵從神的吩咐，愛神和愛人，就保持與神親密的關係，神就賜給我們豐盛的生命和永生。即是說我們跟神的關係一定是繼續悔改的。如果基督徒不悔改，他繼續犯罪，一直生氣人，好像掃羅他一直生氣大衛的時候，他可以失去救恩的。如果繼續悔改有什麼罪，我們
千祈唔好一個意念就係、是、啊神會赦免我嘅，所以我而家犯咗罪，耶穌又會赦免我。然後我哋知道罪嘅可怕，所以我哋就憎恨罪。而一罪咧，除咗話叫我哋失去救恩，就令到我哋嘅生命發揮唔到，攔咗神嘅祝福，呢、这個生命就受攔咗嘅。譬如好似我咁，如果我又幫人，但係咧我一間咧又有啲怒氣爆出嚟，一間咧又會做一啲唔好嘅嘢，或者甚至咧貪錢。咁譬如有一日發現咦，牧師偷咗錢喎，咁你又哇係咪可靠嘅？就會將我成個侍奉破壞嘅。咁我想講俾大家知，我哋全部都有單據嘅，即係頭先講俾大家知，我哋去到外國幫助嗰啲人，全部要佢哋寫曬單據。咁咧就證明我哋所有用嘅錢咧，全部並且有核數師嘅。我哋因為作為一個非牟利機構咧，我哋係一定要有核數師咧，係查過曬我哋啲數嘅。咁我哋啊每年都要，即係我哋都內中俾嗰啲啊資料佢嘅。咁所以即係話俾大家知，我哋所做嘅全部都要見得光嘅。如果我做嘅有唔見得光嘅地方，就會破壞。即係就算個牧師做得幾強都好，但係佢做錯嘅時候，佢一樣可以全部冇曬。一個組長亦都可以，當佢失去佢嘅組員嘅信任，亦都可以冇曬。所以唔係淨係話失去救恩，亦都失去今生嘅福氣。我認識得一個牧師，其實有幾個嘅，咁其中一個咧比較嚴重咧，就係佢要坐，即係坐監比較長嘅時間，就並且有啲係放，即係唔再侍奉啊。即係呢個係好可惜嘅情況啦，係我親即係本人認識嘅牧師嚟嘅。我哋一定悔改，信靠耶穌就能夠同神有呢種關係啦。咁得救之後點樣做呢？時刻順服聖靈嘅感動，聖靈感動你咧就順服。嗱，點解有啲人咁得到神嘅歡喜呢？就係、是、神一同你講，你唔好嬲個人啦，即刻你就處理。你去祝福人啦，即刻你就去做。嗱，我時時我都係而家嚟講咧，我一方面咧就係我中意神，所以我願意做。第二方面我係唔敢抗拒神嘅，即係神感動我嘅時候我就。即刻去聽話，咁神就真係祝福嘅。時時祝福嘅時候咧，神就喜悅啦。神即係其實神有不同嘅明證啊。我自己親身經歷，我都希望你有啲不同嘅明證。譬如有一個其中一個姊妹，佢自己上天堂，佢話翻俾我聽㗎。佢啊耶穌俾佢睇佢嘅生命嘅侍奉記啊呢、這個賞賜記錄冊。佢就話好想睇下葉牧師嗰本，因為咧佢係我幫佢經歷聖靈。更新佢生命，跟住佢提升，佢就成日聽到神嘅聲音，又上天堂上咗十幾次。咁佢話我想見，咁咧就耶穌就俾佢睇到咧，佢話又厚啦，又有包金啦，又寫住我的愛子，又有我名嘅。咁我聽完我真係好感激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咁我想話你哋都可以啊，當你成日你幾時都話耶穌真係好嘅，耶穌好，你見聽人就話我要祝福佢，我要幫佢。有咩憤怒即刻我放低，有啲咩污穢嘅即刻放低，即係成個生命我聽曬神嘅話。咁有啲人話咁好大壓力嘅喎，咁樣其實唔係嘅，係輕鬆嘅，係冇內疚嘅，冇後顧之憂嘅。譬如我同我太太，我真係盡力去保持呢個好嘅關係，唔好讓任何嘅影響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冇後顧之憂，佢係全力幫助我嘅，好落力嘅。即係譬如我整嗰個易拉架咧。佢係整得好靚，佢用好多心機去整嘅，即係我所有佢幫得我嘅地方都好中意做。咁呢個咧就係個生命冇後顧之憂，俾一個幫嘅人咧，個個都好開心、好歡喜、好得到神嘅祝福。咁我哋譬如睇到大家姐先嗰種喜樂，你想做任何一樣嘢破壞咗呢樣嘢咧？唔想啊！我哋即係想一路向前去，神歡喜嘅，神就自然祝福啦。即係好似譬如呢、這個啱啱呢個喺肯亞呢個傳道人。佢個媽咪會有呢個信息跟住傳俾我，都係出於恩典啊！係我不配，唔係我配啊，係不配嘅，係我有好多地方犯過罪，但係神叫我真心悔改之後，我真係刻意對付呢啲罪。睇到聖經歷聖靈咁好，我就刻意對付啲罪，我就處理。咁你都，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啲咁嘅分享。你即係話俾人聽，我真係行曬神個路，真係好蒙福、好輕鬆、好喜樂嘅，真係又幫到好多人嘅。咁你嘅生命咧就由今日開始提升噶咯喎，唔係淨係由今日，即係已經開始噶啦，繼續不斷提升，會唔會繼續提升啊？你哋嘅生命會噶，其實你係可以越去越高噶喎。你肯處理生命，同神有親密關係，又受訓練，就學習去侍奉。即係我哋其實俾好多機會你喎，好多機會你可以侍奉操練侍奉。好啦。
當我哋時刻信服聖靈嘅感動，即係聖靈話俾你做乜就做乜，多祈禱、讀聖經、遵從神嘅吩咐，因為聖經係將神嘅心意講出嚟，同埋好多應許啊。嗱，好多人睇完聖經佢又唔信喎，但係我睇完咧，即係佢信啊，基本上信耶穌，但係佢唔係信曬啊。即係譬如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，一切加俾你。如果你真信咧，你就話唔緊要，總之我先求神嘅國，佢一定會祝福嘅。其實我曾經喺之前咧，曾經啊，當我離開香港嘅時候咧，嗰時要開翻嘅侍奉真係好難，當時揾過好多路都冇，但係我堅決一路行一路話俾自己聽，神係有應許，神一定會做，神一定會成就。但係嗰個時間係艱難嘅，但係到最後神一步一步開路，係好多神蹟。佢每一步咧，好似個石級咁樣喎，一級一級，一級一級又去曬，未去曬喎。咁我成日都話，唔知第二年今日會點樣咧？即係嗰啲情況可能又唔同咯。但係我話神一定會幫，即係我不斷去話俾自己聽，神會幫我嘅。咁呢個就係信心啦。有聖經嘅應許，我捉實聖經應許，神話咗我一定捉實佢。呢、这個就係生命有力嘅嗰種嘅呢個種，即係點樣有呢種力嘅來源啊？我認識有啲傳道人都同我講，我做得好殘啊，做得好辛苦啊，即係有不同嘅傳道人都同我講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哋真係捉實神，神一定幫我嘅。記住神點樣做工，即係好似阿潔平，記住神今日你點樣經歷神嘅喜樂、神嘅感動。你就記神，我就成日記神嘅，神做咗咩我就記神記神，今日做將來都會做，咁咧我就有信心啦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啊，多即係真係捉實神嘅應許，有啲咩事，就算處理一啲問題，硬係處理唔到，一定得嘅，一定得。我今日進步1%，100日就100%噶啦，即係總係可以得嘅。咁樣咧你就會向前去，但有好多人咧一有困難就點啊？又唔得啦！呢次又唔得啦，有冇咁嘅情況啊？又唔得啦！呢次又做唔到啦咁。咁我哋就話：我哋唔係捉實我個努力，我哋要努力，即係我捉實，我會繼續努力，我繼續努力，唔係捉實呢樣嘢，係捉實神一定幫我，我只要依靠佢親近佢，一定會幫我。咁你就唔會沉。但係你捉實你個努力咧，我繼續努力，我繼續努力。咁你有一日冇努力咧，哎呀，我今日冇努力，咁你又冇力啦。咁我希望大家捉實聖經應該係非常緊要嘅。咁你就唔會殘啦，唔會借啦。所有嘅人會殘會借，都係因為冇捉實聖經應該。遵從神嘅吩咐，行佢所吩咐嘅，愛神愛人，咁咧就會保持同神親密關係。即係我講出幾點，其實唔係好難嘅。坐地難，因為信靠神難咧。省肉光難，抑或係信靠神難咧？省嗰啲積啊，即係嗰啲成個肉光周圍嗰啲積啊，嗰個難咧，抑或係信靠神難咧？其實信靠神係唔使擦擦地啦，你唔使咁啊！耶穌幫我啊，感謝耶穌咁得，咁咪得噶咯？係咪好容易啊？其實你話係就係，咁你覺得係唔係咧？係。你能唔能真心說服自己？唔係好難嘅啫，真係好難。因為唔係你得力啊嘛，你就係捉住神嘅應許。其實神又俾我一個方法，好簡單嘅。捉實神已經就要拍燈掣嘅啫，燈掣咧啊，感謝神啦！即係正常嘅情況咧，佢係非常之信實嘅，係咪？除咗你去有啲國家，我去有啲國家唔係嘅，唔好信實嘅。但係香港基本上咧係信實嘅。你一拍燈一定會點啊？著係啦，著或者係熄係咪？係一定會發生嘅。神嘅應許都一樣嗱，這個神俾我嘅方法好簡單。你一拍佢一定有反應，聖經一樣，你捉實佢，就算你幾困難，你慘到點樣啊？好辛苦，好辛苦嗰陣，你話神啊，我而家悔過，我真係知道我錯，你真心好唔好啊？有啲人咁喎，我真知錯，真知錯，神都幫佢，哎呀又知錯又犯咗罪，然後你真知錯，神啊，我真係知道，我知道錯，我真係想悔過，我真係想離開罪，你幫我啦。神一定會幫你嘅，同埋天上都要為你歡喜嘅，一個罪人悔改。
嗱，我正先所講嘅，大家可唔可以要嚟講俾人聽？講翻即係講翻乜嘢咧？捉實神嘅應許，佢一定會做。每一次你嗱，尤其你經歷聖靈，每一次祈禱，你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平安輕省啊！咁即係神一定到，係咪？一定到。同埋你發覺你犯咗罪咧都好咧，神一定到啊，提你喎。即係你親近唔親近神，神都到。呢樣最真實。大家有冇覺得喺平日嘅時候，你少親近神，神就會到啊，就提一提。呢個就係神嘅聲音啊！你越係有神嘅同在，神就越同你講嘢，咁你就保持呢個同神嘅關係。咁你當你咁樣嘅時候，你就話：哇！神真係好真噶，佢一定會做佢應承嘅嘢噶。咁你嘅心咧就會有信心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二啦，第三，但切記我們不是靠好行為得救。嗱，我講翻先，頭先嗰啲講嗰啲，你記唔記得？你聽完記得曬。就係捉實神嘅應許呢一點啊！你可以用好多方法講，點樣講法咧？由你嘅經歷，由聖經嗱，即係聖經講咗，聖經好多地方講咗，聖經好多例子都係神應承咗一定會發生嘅事。咁而你本身經歷咧係有個重要性，就俾人睇得到聖經真係真嘅。尤其當你有啲經歷一啲神蹟，或者當你點樣神不斷提你，神嘅聖靈點樣提你？那些都是代表神真的同在，而且每一次親近神都一定有神的工作，就證明神是經常都照著祂的應許去做的。我用一個方法講，一個另一個方法講，這個你都是可以，你可以記下的。神是很簡單的，即是我們大家通常很多人都是很複雜的，神是可以很複雜，祂的智慧很複雜，但祂跟祂的法則是很簡單的。怎樣簡單呢？你一悔改認罪咧，佢就好簡單，一定赦免嘅。你一親近佢咧，佢一定祝福你，佢就係咁簡單嘅。佢唔會話你以前衰咗好多喎，我今次祝唔祝福你咧，佢唔會咁樣去諗嘅。神就係好簡單，即係所以咧，當我睇到神咁簡單，我又覺得好奇妙。佢嘅智慧好高，但係佢跟從佢嘅應許係好簡單。只要你真係信靠佢、親近佢，佢就一定。神的心是很遠的，祂一定回應你的。這個就是我有時想，神你真的這麼心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又很感激神，就是我想到神的事一樣都喜歡的。我希望大家學習用這些不同的方法去表達神的美善，這些都是神教我的，這個我就感謝神，神給我很多這些信息的，怎樣去形容神呢？咁咧，當你識得咁樣形容神，人聽到咧就覺得啊，神真係好啦。好啦，第三點，但切記，我們不是靠好行為得救，我們永遠是靠耶穌的救恩得救。即係呢個我哋成日都話俾人聽，唔係靠行為，但係我哋一定有行為嘅。第四啦，若一個人繼續犯罪，不信服神，不親近神，不肯悔改，即使他曾經信主，他又會逐漸離開神，會逐漸失去聖靈提醒的聲音和失去救恩。即係聖經係有講到不同嘅教導，係講到人咧繼續犯罪唔悔改係可以失去神嘅救恩嘅。咁有人即係有宗派係講到一次得救永遠得救，但其實聖經係有好多嘅經文。咁我而家簡單講幾個經文俾大家聽下。撒種嘅比喻好簡單，嗰啲撒喺荊棘嘅，撒喺淺土嘅，佢一接受，但係好快脆，日頭一出嚟一曬，一受激白即刻冇咗。咁呢個比喻都係講到嘅。咁咧又喺希伯來書第六章同十章，就有六章同十章係有講到咧，就係、是、故意犯罪不得赦免。嗱，其實呢個故意犯罪，其實好多人都會曾經故意犯罪，但係呢個咧可能係指到一個故意嘅持續嘅犯罪。嘅時候咧，係可以失去救恩，同埋咧係褻瀆聖靈不得赦免嘅，即係人褻瀆聖靈。咁咧即係話係可以有罪引致人失去救恩嘅。咁亦都有講到嘗過天恩嘅滋味，嘗過聖靈嘅味道，然後跟住咧離開神嘅時候係唔可以得救嘅。咁但係有啲人話：咁我已經有試過咁離開喎，但係。如果呢個人依然會知罪，依然會想耶穌救佢咧，佢仍然有聖靈。
即係佢仍然想耶穌救佢咧，佢仍然有聖靈，佢仍然可以得救。因為喺哥林多前十二章第三節嗰度話，如果唔係聖靈嘅感動，冇人能夠稱耶穌為主。佢能夠稱耶穌為主，即係耶穌仍然喺佢心中，佢聖靈仍然喺佢心裏面感動佢嘅。咁另外咧，就喺提摩太前書咧，又講到咧，貪財係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離了真道，離開真道，用佢咧受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亦都講到末後有離道反教嘅事，好多人離開真道反教，呢個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，其實有好多不同嘅經文都講到真係會離開神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知道犯罪，即係唔好覺得係唔緊要。我試過有一次同一個基督徒，曾經嘅基督徒傾偈，佢以前係翻我哋團契嘅，後來佢冇再翻，後來即係好耐之後我見到佢。我問佢：我話你而家唔翻教會，有冇覺得內疚？佢話開頭有，不過而家冇咯。我話咁就好危險，即係你可以係失去咗救恩，所以你真係要快快悔改，跟從耶穌。如果唔係你，即係當一個人已經唔覺得內疚咧，係好危險啊！咁嚟，你願唔願意真心信靠耶穌，成日讀聖經、祈禱，盡心愛神愛人，遵從神一切所吩咐咧？咁啊，呢度清咗得救咧，所以清咗得救。不是只是講悔改真信耶穌的一句，不是只是信，即是頭腦信，而是呢是他的信心是有果子的，即是會有被神改變，讓神做主的。那這個清楚得救呢，因為其實呢一方面我們可以很肯定，但另一方面的而且確有些人是不肯定得救的。我曾經去宣教有一個地方，他跟我說，他說我這個地方呢相信，總之個人咧話信耶穌佢就得救噶啦，然後咧成聖咧就係另一回事，佢成唔成聖啦好啦，佢都係得救嘅咁。咁佢就同我講，你就唔好講任何嘢反對呢樣嘢。但係佢又好特別喎，佢又話你講多啲成聖都冇問題嘅，鼓勵人去愛主冇問題嘅。不過咧佢哋就係話，總之個人話信耶穌咧，佢就一定得救。咁呢個其實違反咗聖經嗰個教導嘅，因為聖經係話，如果他信得沒有行為是可以失去救恩，這個其實都是很危險。所以我們有時見到一些人有幾種答案，可能即顯示這個人未必一定得救，有時我們都不能判斷。第一人說我讀書讀過了，我已經聽過了，有沒有聽過這些話？ 我知道的，你說的我知道了。當一個人沒有興趣的時候，其實也都可能顯示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的，或者你講嗰時佢就喺度擰來擰去，冇心機聽，即係亦都可以顯示佢裏面冇呢種嘅生命。即係佢，所以信耶穌唔係淨係信，好多人就以為信係有冇呢種生命啊，有冇呢種被神吸引、睇重神、信靠神呢種嘅生命。咁呢個咧就係得救嘅，即係會顯示就喺佢，即係佢生命有呢種生命。即係你睇棵樹，嗰棵樹你睇到佢乾曬，咁你會懷疑佢係咪到底生存嘅？但係呢棵樹啲葉都係綠色嘅，有果子嘅，咁你好肯定佢係生存嘅。基督徒都一樣，有啲咧係你都唔知佢係咪，即係有啲好懷疑喎。佢犯咗咁多罪，佢又好似冇悔改，佢得唔得救咧？其實呢種咧即係可能僅僅得救，可能唔得救。呢一種人其實好危險嘅，因為佢以為得救，但係佢可能有一日發現佢唔得救。其實我又會同人講咁樣，其實好蠢喎！你咁多時間翻教堂，你都想得救噶嘛？但有一日你發現，如果唔得救嗰時，咪其實好蠢咯！咁多嘥咗咁多時間，而你得唔到你想要嘅嘢，咁即係其實我哋用不同嘅方法去鼓勵人。咁我就覺得咧，最好就係用神嘅恩典啊，神嘅愛，神嘅愛我哋，神會俾永生我哋，又會祝福我哋，所以我哋時時信靠神。OK， 喺呢個時候咧，我都想大家咧試下操練幫對方，你係咪清楚得救咧？你去幫佢點樣清楚得救？咁希望大家將來見到有啲人佢清楚得救嘅時候，你能夠幫到佢清楚得救。佢未清楚得救嘅時候，你話你真悔改信教耶穌，真係耶穌你救主咧，你就得救嘅。當你真係睇到哇，神你咁好，犯罪係唔好嘅，犯罪一定有佢嘅後果嘅。咁樣咧，你有呢種生命咧，你自然就會結出你嘅果子。如果你話我唔知道喎，我唔係咪有咧，你就悔改，你認你的所有的罪向神悔改，神在你裡面生出這種，祂的生命就會停留在你裡面，即是你悔改真信耶穌的時候，神的生命在裡面。
雖然今天講的可能大家聽過，不過怎樣講法同埋能夠幫到人沾到得救，呢樣係一樣非常重要的事。我哋喺呢度問一問大家，有幾多個你真係清楚你自己得救咧？真係清楚你自己得救嘅，有幾多個呢度真係清楚你自己得救嘅？咁我希望咧，大家真係保持肯定清楚，你知道你自己得救，並且咧係結出果子喎。咁你有幾多個你覺得你係都好啊？我哋先咪講到緊緊得救嘅，有啲好明顯有茂盛嘅生命嘅。呢有幾多個你覺得有茂盛？我唔係講到最茂盛，總之係茂盛嘅，好明顯有嗰個生命嘅。有幾多個係咁樣嘅？請大家舉手，即係開始自己，你自己，開始緊啊嘛，開始緊得唔得啊？進行中，即係你係有呢個生命喺裏面，神喺度改變緊你，你又真係回應緊神嘅。我而家回應緊神。OK， 好，有幾多個係咁啊？即係有些人不是很肯定，我希望能夠即個個都能夠一路成長，一路在神裡面享受神，有從神得力的。其實我一起祈禱，哈利路亞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神你充滿慈愛，充滿恩典的，在你裡面有豐盛的恩典，有天堂永遠的福樂，今世神你給我們喜樂平安，有力量並且能夠祝福周圍的人，能夠滿有能力，滿有恩典，滿有愛，滿有喜樂，能夠享受生命，能夠被醫治。哈利路亞，神裡面實在很美好，非常美好，求你幫我們常常活在神的愛中，時時活在神的恩典，不是只是緊緊得救，而是能夠享受神，能夠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更新，有神的改變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榮耀眾讚歸俾天父。主啊，我哋願意榮耀你嘅聖名，願意祝福更多人，願意你喺我裏面做主，使用我哋嘅生命，願意我哋嚟到神面前，神話你真係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，真係我一路都歡喜你嘅。神啊，願意我哋真係得蒙你嘅喜悅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